WT 中国大满贯混双半决赛，林诗栋、蒯曼3比0淘汰卡尔森，卡尔伯格成功会师远迪组合。本次主场作战，国乒赛混双派出了5队选手，显然是在杀头组合后开启了新一轮海选。最终脱颖而出的就是林高远、王艺迪以及林诗栋、蒯曼、国乒也成功包揽了本次比赛首个项目的金银牌。尤其是林高远与林诗栋，到目前为止的发挥无可挑剔。 两人除了已经进入到了混双决赛争冠，而且在男双比赛中还搭档晋级四强，有机会冲击冠军。男单比赛中，两人也都没有出局，晋级八强，保留三冠王的希望。男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对阵也已经出炉。